很开心能够受邀来参加樊登读书知识进化论，与大家分享我与书的故事。从15岁开始，我就在各大世界级别的比赛中穿梭。对于我来说，能够看一本好书就变得很重要了。书籍让我感受到，在我台球世界之外，还有更多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。有人说，读书是一种更广义的倾听，你借助文字倾听已是哲人的教诲，你借助翻译得知远方一族的灵慧。是啊，读书就是一种自我疗愈的过程，能让我们在纷繁错杂的环境里沉静下来，聆听自己的声音。掌声有请潘晓婷。能让我们找到勇气超越过去的自己。赛场上是台球教会了我身心合一的这份专注，可以爆发奇迹力量。赛场下，读书告诉了我，人生道路上的所有压力、辛苦和迷茫，书里都有答案。谢谢大家。我是潘晓婷，请跟我一起领略书籍带给我们的美妙体验。